我在找蛋啊，没空间。底下我晓得，姊妹都在了。你怕不会熬夜了？不会。昨天没熬夜，不会熬夜，不会了哈。 这只蜜蜂就是叮你刚才那只叫，那很准啊！我一拍就叮到你爸爸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好，唱歌，唱歌啊！别姐姐也要表演的那个岗位，那个姐姐啊，唱歌啊！你干嘛去报仇啊？